今天呢是端午节，不过呢因为防疫期间的关系呢，所以不能跟亲戚有太多的聚会。然后呢，我这个呢就是妈妈带来的屏东的粽子哦，来，我来帮它旋转一下，很好。然后呢，我们要好好的平平安安，有没有看到？所以这个是屏东的大波哎，那是竹南大波哎，这个福德寺的那个平安水，让大家喝了平平安安哦。旋转吧，屏东的蚂蚱。好的，我们呢，就是因为你也知道嘛，竹南呢买蛋要去哪边买，就是要去那个全联啊，那个毒窟地方啊，确诊数最高的地方才可以买到蛋哦。那我们等一下呢，就是端午节嘛，今天要立蛋，所以呢，我们要先选一颗蛋，好好的培养感情哦。你要再脸搓一下，好好培养感情，然后就可以开始立蛋咯，很棒。英文表示，英文你有任何表示吗？英文单词不行啊，他被网络好累哦。他应该比较顺啊。哎，好难哦。是咖啡色，你试试，我们两个试试用同一招，你是、啊、是放在十字路线上，是啊，我也要来试一个没有十字路线的，没有十字路线不行啊。好的，因为我觉得有点不爽，所以我先准备了双面胶，还有胶水。如果真的不行的话，就只好用它们来立蛋喽。哥哥，你有没有看到我有双面胶？你有没有看到我有胶水？哥哥，好，你们看它手臂立在什么地方？胶水，聪明。五颗。我没有要，我没有要立啊，我就来鬼混的啊，我天生来鬼混的啊。出现圣旗，然后在我的房间里面摆了一些圣旗，应该可以镇压什么鬼东西，我也不知道，很棒，很好。Love me tender, love me sweet. With you I know that I'm complete. I'm in love with the summer's day. For you I'd give my life away. Never leave me, never.